你帮俺买辆中奖了嘞，又发了。啊喂！哦，那是梅兰烟哈。哎，梅兰烟。哦，那是梅兰哈。哎呀。哦，啊，你中安奖了，梅兰打安杰哈。哎呀。哦。跟那安强个那呀？呀，你看你中了梅兰，哎，都叫叫出色。啊，中了两个人吧。两个人出色啊！不，你跟那奖一配了，没有杀骨了，没有错掉了。哇，你都安强中哈，也出色是安排哈。哎，兄弟姐妹们，我祝大家平安在阿弥陀佛。今下我到啥三位兄弟，在你梅兰挑你梅兰引你的，啊，你的引你的有梅兰，有水池家，有阿婆家，安多让你种嘅，你有脸很有，但系蛮出色。你也暂时看到诶，有时个咧梅兰出色咧，正正强强，一梅兰叔叔安多，梅兰系正人嚟，我就上落日嘅福音。在呢个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三到第七节啊，按用人讲到到二三节，要用人讲到啊。特别嘅简短嚟讲，耶稣讲呢度要一扎人白菜面，白菜路边选嘅奶啊，嗰条白要到杀骨碎嘅啲嘅奶，嗰要嘅白菜按多错色嘅奶，嗰要嘅白到最好嘅奶，有啲四样奶。是用嚟卖出路边村都唔要打，要出面打卖出嚟，唔要夹，唔要涨。杀股税嘅奶一唔要涨，出错失嘅奶呢个出面卖出嚟一唔要涨。出面呢啊，就系讲到咩啦？出系讲个上帝嘅福音。今当朝今下之家嘅福音卖出嚟啊，要是用奶不认接。要等你的奶喺个路边顺，一副烟又生半世嘅心中；要等你的心奶喺狂吹，要杀股，五又生半世力只嘅心中呢一个福音；要到一吹错色嘅心奶，一副烟未出呀，五又生半世嘅嘅心中。诶，未吹好嘅心奶，好嘅心奶系咩心奶呢？嘅心中就冇嬲啊，冇压啊，冇烦恼啊，冇受理啊，冇焦啊。冇惊啊，也唔会要不压先嘅，你何嘅奶呀？属于何嘅奶？你一个福音卖出去，一天有生门镜嘅。所以呢一个马太福音十三二十三节咧啊，福音咁讲到，你一个何嘅奶啊？一出面卖出何嘅奶啊？基督意思讲，人家接呢个福音卖出去，佢又烫又分面，又就呢福音而行，一都何嘅奶？你个福音来晒又烫又接又分面又咸到这，你福音未行，你都得到最好嘅奶。你个奶打出有100%、60%、30%，你都要打出最强嘅字，要平安嘅字，要快乐嘅字，要欢喜嘅字，家庭都要和平嘅字，样样好嘅字打出嚟。阿撒食家嘅心奶好嘅奶，今行食家咧祷告本隆重因要烫啲福音嘅。我祷告拢仲要准备好嘅心奶，听我啲福音，分面你后就啲福音而行，做好嘅奶，心肝肚唔冇喐唔冇嘅，拢仲好好嘅，你打出好嘅字，做耶稣祝福，拢仲大家平安，好嘅心奶，健康欢喜快乐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门。阿门。